副主唱是，就是在主唱，比方说我们有一首歌嘛，比方说 I love you 对吗 I love you， 但是呢有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别人不能没事干嘛是吧，你比方有两个人都唱唱的好，那肯定是 I love you Oh yes I do 哦，哎，那我有个问题，那要唱李荣浩老师，那要唱李荣浩老师贝贝怎么办？唱李荣浩老师贝贝怎么办？贝贝贝贝。哇，这个确实给唱出那个 delay 的效果。对，副主唱就 delay， 就是 delay。哦 ，delay。对 ，delay 的效果就 baby。是这个。我为什么想搞这贝贝这样的歌？搞得我现在贝贝，哎，我觉得贝贝这首歌有点犯规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啊，如果犯规，当然犯规。比方说，我看你那个排行榜，终于就升到很上面去了。我在想为什么？我在想啊，贝贝四秒，如果我单曲循环的话，他就一直在贝贝。对啊，贝贝，贝贝都听了很多遍。没有，你知道好多人就是说，没有，因为好多人说打开贝贝就看一下歌词嘛，就还没看完已经听出来了。好，对，对，还刚才找一下，找一下，已经两遍过去了，犯规。对对。我以后准备搞一首歌，大概一秒吧，一两秒。可以啊。哎，其实有一个，其实有的，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女生的说唱歌手，好像去年。他推出了一个专辑，就是不是一秒，但是每一首歌，每一首单曲，基本上都是30秒啊，35秒啊，40秒，然后里面有十首，但是这个是很突破的。哦，播放量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会播很多遍嘛。对。